我昨天跟你说，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封口给撬高一点？他说，肯定要把这个拿开。你把这个靠着这里。它不是高了吗？如果你不想那么高，你就拿近一点来靠就行了嘛。然后就直接放下去也行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风机上面这不是有根电线吗？是不是？拍着。准备拿掉。他如果没有电工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他们不懂电。拨出来。看到吧，这里有三根线啊，你看清楚。叫它这个风机，把这个黄色的不要。你们剪掉了给他吗？我记得也没剪，一般别人就知道这个是黄色的。嗯。这个绿哦。然后这两根啊，不是你把它拨开吗？拨开，就是接到刚才那个特效那里啊。你看看它哪根是那个风啊？你就把这个延长接过去就可以了，这个道理。风机搞定了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好，没了。可以。刚才忘记跟你讲，如果这里它不打开的话是没有风的啊。你看 L O H O 是关闭，你懂的。这个最基本的应该知道 ，O 是关闭。达到。L 是大。L 是小。H 是大，你把它。扭到这里，好，也就是说，它一路扭到这里，它以后就不用动了。像这个下次我们出货之前直接给它扭过来，我们都给它扭过来。好。它就说只要把这里接到控制板上，有风吹的时候，它这个风就出来了。如果你这里关闭了的话，它是没有风出来的。一定要打到 H。这不是一个圆头吗？这里看到这个指针，指到 H 就可以。怎么都没差别。